阿根廷传奇球星马拉多纳过世之后，官方很快的移灵到总统府，并开放供民众瞻仰。而瞻仰的队伍当中，有的球迷是泣不成声，也有人用掌声为巨星传奇的一生来喝彩。排队的队伍很长，也有球迷是跟警方爆发了推挤冲突，后来是调来了镇暴警察，带着警棍、盾牌来维持秩序，喝阻悼念的群众要乖乖守秩序。